就是非常简单，我用它的字义来。上，在洗澡的时候可以做哈。上冲下洗，左搓右揉，有没有这四个舞步？有没有？很简单哦，把它记起来哈，记起来了没有？有要做哈，就健身哈。刚刚呢，快乐伙伴带来的这个失恋阵线联盟啊，以前我们都讲啊，失恋要干嘛？要吃什么？金秋葵，对不对？用了哈。我们现在呢，接下来呢，这位帅哥啊，带给我们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月亮啊，只要我们很诚心的祈求他呢，哦，他会让我们的这个哈、愿望实现呢、啊。接下来由我们曾中大哥呢所带来的《望给想爱人》，各位阿公阿妈，请热烈掌声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